今天呢，很高兴站在这里，能够为大家介绍孩子这四个月的成长和收获。每次来到深圳，都可以感受到深圳。介绍第一个节目，有请他们的英文原声电影配音，欢迎。他们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经典动画片《头脑特工队》和《阿拉丁》的片段展示。Right? Okay, what we do? Get this.